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呢是女主角 Tracy 最好的朋友 Penny Lou Pinkerton， 简称 Penny。 然后 Penny 的个性呢有一点呆呆傻傻的，然后也很天真。那他最后会爱上了一个黑人朋友叫做 Siwi。 那希望大家5月28号晚上6点音乐厅哦，拜拜。